来过，还是一个个人？个人的啦。哦，我们是个人。是谁被挡了？我妹被挡了。那、她有电子签？有啊。电子签不是免签。免签过入境过是免签。No， 免签就是像日本买了机票就直接出去，那才叫免签。美国到目前为止是要上网路电子签，而且还要费用，对不对？方便啊，那只是给你方便签证，不叫免签。哎，我们是旅游业的呢，这个怎么可以这样讲？没有，就是我妹在美国那时候申请电子签，然后都说她是中国人。对呀、啊，就被讲中国人不能进去啊。ESTM 基本上不叫签证，对呀、啊，基本上那个是……哎，他观念还不错。讲的就很清楚了，它是电子的那个啊。对啊，所以它不是免签，它只是个免签计划。哦，所以哎，那是路人侠，而且陈国生他是做美国线出来的啊。我较早就是三富旅行社的啊，我较早咧走美国线啊。所以我对美国线其实是在三富里面打的基础。啊，你讲得袂歹啊。哎，来来，你讲来签证迄个部分，因为我是三富的啊。早期的，没啦没啦，啊你看他攻略之后，你讲那美国签证那个部分叫什么？没有啦，那个其实叫电子入境许可。对，然后你看哦、喔，那只是说政府在宣导的时候把它讲成免签。对，哇，美国它有一个国土安全局，他们有一种。